是不是小梁哥？小妹妹，你们是不是小梅跟小燕呢、啊？嗯，这是你姐姐是吧？这个是我妹妹。吃中饭，我车你过去好不好？刚好等一下要去你家里面。哥哥，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哎，不会中暑啊？习惯了。这么多虫子啊！今天的天气30多度。叔，您是这两个妹妹的爸爸吗？啊，他多大了？他15，妹妹呢？13。你是老板娘是吧？是的。他在你这里搞熬天天。对，天天。他们家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老家真的是不好。为什么？别哭了，擦一下眼泪。谢谢。好好读书，然后带爸爸妈妈到大城市里面去生活。妹妹，天气太热了，要不我先送你们回去，去你们家里面了解一下情况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会儿去找我送饭的时候遇到他们了，然后就把我带到筷子城去了。你两个学习成绩好，好吧？很好。你是年纪大的吗？年纪第一。妹妹。嗯，第一好。是你想要的吗？第一好。哎，行。哇，这都是你的吗？这边是我的，这边是我妹妹的。妹妹，你是什么情况啊？干。爸爸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最多是30。你现在读初3是吧？嗯。妹妹呢？今年读初1。妹妹，你是比较内向是吧？嗯。我觉得这算什么类的？老师说过，只有努力学习，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那你们一个星期零用钱多少钱啊？因为我们都不太喜欢，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没有了，就不要了。看到他们，你不会羡慕吗？阿姨，你他妈生了两个那么优秀的鱼哦，有没得感想？要不你们跟我们去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季度的兄弟们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一定好好读书。以后你们如果实在真的行了，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，好不好？想得疯，莫哭，努力的，想过过学习。勇敢的。那朱书记，谢谢你们引荐啊，非常感谢啊。不用，你的借不容易。阿姨，不要你的借，你俩这个借不容易，过年的时候去，给他们多补好的身体。不要紧，不用你去烦人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走了，你们好好学习啊。好，我们一定好好学习，辜负我哥哥们的期待。好，一定加油。不再孤单。